次去馬鞍山嘅時候咧，佢喺山頂度俾咗張卡片我嘅。我當時唔知佢係邊位嚟，咁就翻去上網查一下啦，就知道原來係一個台灣好出名嘅即係自然生態嘅作家咯。上课第一堂，然后进去看到这个刘老师，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听另外一个同学说，哎，这个老师每个礼拜都会出去爬山，然后可以出去玩，然后我就觉得太爽了，可以出去玩呢，不用在课室上课，然后就跑去跟他爬山。睇老師都係喺嗰時候明報係個專欄嘅，咁啊睇佢啲行山，咁感覺咧，香港人好多時候都睇唔到自己身邊有啲好嘢，佢反而用一個外地人嘅目光嘅老師咧，睇到香港好多我哋睇唔到嘅嘢。無論呢個環境點樣雜亂忙亂，佢都可以喺入邊揾到一啲令佢好奇嘅觀察嘅現象。有啲年紀啦，應該過咗60，但眼睛都好似細路仔咁嘅，你覺得充滿童真去探索。所以咧，如果你喺香港街頭或者街市見到一個唔識廣東話嘅台灣佬，高高瘦瘦啊，戴眼鏡笑口騎騎啊，唔使講啦，九成嗰個人叫做留客商。上來以後要碰運氣，啊，有時候就是那種風吹大的那種強風細雨，花季的時候好幾種杜鵑開的時節不一樣。一直上马鞍山，一直上，主要都在看花。每次到了大概三四月，想到香港就想到马鞍山的花季。第一次来马鞍山大概是2006年，因为看到马鞍山海拔不高嘛，大概就700多。我想，这个在台湾700多是普通小山，因为我以为爬马鞍山很容易，所以我什么都带在身上。半路上有接到一通电话，是台湾的光华中心的主任，是小说家平路，他就问我说你在哪里？我说我正在爬马鞍山，他就吓一跳，他没想到我。我才来不到第二天的第一天就开始爬马鞍山，他说你一个人爬？我说对啊，你要小心啊，因为那个香港山上会被人家绑架。我从来没有听过爬山会有土匪，我那时候背着背包，又想我有电脑，又有笔记本，又有护照在那边，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我就一直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了那个 Teddy。我们两个都一起写了香港的爬山的书，我早写他晚写。可是非常巧的，第一次爬香港的山，居然遇到一位喜欢爬山的年轻的作者。好深刻嘅印象就係講國語啦，咁我唔知係國內嚟啊，或者係台灣嚟啊。咁但係因為之前香港都有啲即係山賊噶嘛，咁就所以當時都有少少驚啊，究竟會唔會係山賊咧？那我就問他你要去哪裡？他說他要去馬鞍山。哇，就很高兴。我说我也要去马鞍山，那因为我很害怕。我说我可不可以跟着你们走？他说好啊，你就跟着我。那我就跟着他们，慢慢慢慢就走到了。那一次爬的时候会发现说哇不得了，一个排名大概第五名第六名的山就非常雄伟壮观，尤其是从马鞍山回过头看那个镜中山的时候，哇，那像一个金字塔，那一条路这样走上去就会非常非常震惊。
將羅克湘咧介紹俾香港讀者嚇，或者倒翻轉頭話協助香港讀者去認識羅克湘嚇。我諗呢一樣係我編輯生涯入邊其中一個幾滿意嘅工作嚟嘅。他都叫我老劉啦，老劉，你來這裡那麼多，那你也來寫一些香港的東西，我們都。你常常去爬山什么的，我都他自己开玩笑，我连马狮子山都没上去过啊，你也介绍一下这些东西。我想说那我就试看看。之前真的是不太敢，只能写写短文章，写一些片段的，譬如说香港维多利亚港有一头Humpback 就是大赤鲸游进来，我会写这种东西，是因为我刚好熟。写三鲸真的是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走了四五年，比较熟悉的才会尝试去写。香港的好像只有这种声音呢，哎，对对，就没有其他船。哎，这里应该可以过去，可以啊。对对，小心一点。嗰阵时我都有参加啲保育嗰啲运动嘅，咁就写嘅一本书讲大浪湾。嗰阵时个老师都支持大浪湾个保育，咁我就送翻一本书俾佢。其实三更唔识七，我哋嘅就话写一本书俾佢睇，佢即刻就邀约我出嚟一齐行山。啊，咁而家一见面就好似好多年识到朋友。古董，都得古董嚟噶。啊，这旧的，他不新的。哦，对对，这个这个这个机是手工做的，设计比较。周星驰那个机这个拍下嘛。我哋同佢出去话叫田野调查啦，或者叫踏查啦。咁就佢系讲国语，我讲广东话。但反而咧，佢係好容易同人溝通到，問到佢想問嘅嘢，佢個親和力係好強的，我覺得。那时候还不是很熟啦，啊，我又不太会讲，我根本不会讲啊，讲那个广东话。他很亲切的，我们好像是老朋友，也没有说很陌生什么的。我也喜欢看书，然后我在书店就翻翻，哎，我看了这本书的，我就看这个名字哦，原来这是老师。哦，杨老师，杨老师。啊，风吹过来，嘎嘎嘎嘎嘎嘎嘎。好几颗，整排哎，它变成一个围篱了。对对啊，这刺很利啊，就是围起来，围起来保护海到尾就进不来嘛，因为都是刺足这种东西。香港可能有無數嘅行山指南，但係我哋見唔到一個合乎比例嘅自然文學嘅出現，咁反而希望可以透過譬如喺好似劉克湘呢一個類型嘅有份量嘅文學人，咁可以開展咗嗰個視野。到澎湖啊，他有一堂課叫做捡牛粪，大家跑到草原裡面去捡，啊搶哦，去屠搶，屠牲口。我發覺佢係好留意關於鄉村人嗰個作業啊，個生活嘅情況點，佢就會睇翻啊，究竟台灣同香港嗰個差異係點樣咧？佢從中咧就會俾我哋睇得深入好多，會睇得翻以前嗰個歷史係點樣。有時我哋就會行過睇下啊，邊度好靚啊，就會影下相啊。啊，其實我哋真係身為香港人，好似一位台灣人了解香港仲比我哋多。有時都會睇翻佢文章，都會覺得幾慚愧嘅。
劉克湘咧，後嚟將佢喺香港報紙嘅散文咧結集咗一本書啦，《四分之三嘅香港》。佢係暢銷之外，應該仲係一本長銷書啊！因為不斷有唔同嘅成長嘅人，原來領略到可以由呢個人文角度去理解自然生態同自然生態互動嘅，係受呢本書嘅啟發啟蒙。我在台灣因為常常跑了20几年。我知道自然书写这一块要怎么写，或跟城市互动，我比较有成熟的掌握，但是那个掌握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在台湾的养成，在香港成熟的展现。你很难想象，我写诗是因为作文写不好才去写诗。我大学联考考得很惨，2分还3分作文，因为他写什么装进自强，会让我觉得我对写作没有信心，那个东西会伤害我的写作。我虽然喜欢文学，我是不敢写文章的，可是我写诗是因为诗好像是大家都看不太懂，啊，你可以用随便一些字凑一凑就是诗了，所以我是从诗开始的。我认识克湘呢，是在我大学3年级，我担任华冈诗社的社长。那当时的刘克湘呢，他是新闻系1年级的学生。他说要加入诗社，太好了。然后就问我是谁，我那时候好像就用这个名字，我根本不是用刘克湘啊，刘志慧。这里看还有没有机会？这里是有一本，还有，我不是用这个名字啊。还有。我爸爸帮我取的，我不知道这个字，我是17岁才知道，我在高中高二还高三才知道，也因为知道自己曾经有这个名字，我非常的振奋。后来刘克湘出了好几十本作品，唯一的用刘知慧的这个笔名的是唯一的一本，这也是刘克湘生平的第一本出版的书。就急着想出书，一出书就觉得不对劲了，就好像恋爱，你一直想跟他谈恋爱，等到结婚你就后悔了。就是要烧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空气污染瓦，这边烧。可是因为这一本本加起来像木材，那烧起来很辛苦啊。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收垃圾的，说我们有垃圾要不要来收？我就来，趁机就卖掉了。没有，就是觉得诗不够好了，算了，就给他去了吧。一部分就留到这个卖旧书的，那我因而有机会买到这本。那时候多少钱？我觉得不到100块，还是100块，30块哎！那时候20块应该大家出得起啊，30块的书谁买不起？现在我听说网络也含到5000块。他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哦，他说河下游呢是青年诗人刘知慧啊，资本主义惭愧，描述个人躲避学员教育与居住山林的生活。诗集是我19岁、20岁那时候写的诗，现在看很诚实，老实讲，为什么我不能变成一个天才诗人？现在一看就知道了，就是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体认到一个事情，就是我确实在这些诗里面，你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对自然的喜欢，非常强烈的喜欢。我后来的雏形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他呢就。留一本送给他的好朋友苦苓啊，你看苦苓是下一本诗集就是苦苓帮他编的。刘克湘是我所见过的最率真的诗人，他送过一本薄薄的诗集《河下游》给我，扉页里面是这么写：
这是我第一本诗集《不能见人》，书收到就好，请你不要翻。有天我会寄一本要你翻的书，这一本寄给你，我是考虑很远的。万一我先死了，来不及出第二本诗集，你就委屈翻他，怀念我。我可能写信给他，这样随便写一写，没有，那只是率性啊，就是让我觉得说，一直到松鼠包一直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一个忧郁的青年。叫啊，就是鸟仔啊，也许他的个性或者什么样比较喜欢鸟的样子吧，我们就叫啊叫啊叫啊，就这样叫习惯了。那后来因为电影有像人，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名叫鸟人。那鸟仔这个称号呢，啊，其实跟他的观赏这个鸟类也有关系。我不晓得作家是不是每一个作家的叛逆，我16、17岁的叛逆会连结到诗，22岁的叛逆是连结到鸟，自然观察。我是在当兵哈，在台湾当海军，那时候我坐着一艘杨志号驱逐舰，在台湾的海峡跟太平洋绕来绕去的。因为是海军的少尉的直根官，航行的时候我必须在那边观察，我就会特别注意到海上的动物，像海豚啊、飞鱼啦、啊，那或者是海上的鸟类，那觉得鸟是很孤独的，因为鸟不会讲话，孤独在那边飞，它在那边飞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诗的感觉。1980年5月21号退伍，那一天我就马上加入了台中鸟会，接着很快我就买了这个，我第一个望远镜，当时就把这个当作军事情报的，其实是有管制，而且很贵，虽然是双筒的，好像很高档啊，其实这种望远镜也太重了，它观察个1-2分钟就会晕眩。这些鸟不会要投靠我们吗？一般退伍的人都是急着找工作，尽量融入社会里面。我退伍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当年的文青的那种对社会的一种抵制跟抗拒，就是我不想那么快就进入体制里面。就那个是个没有解严的社会，还在一种政治的威权的底下，所以你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或者找不到自由的国度跟空间，赏鸟会好像给你有一个比较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就算有那个自由空间，你还是会处处受限，你跑到海边还是会被海防侦查，是自己要去逃避社会，躲到一个自己觉得适合的，或者还在摸索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24岁才开始写散文？如果没有鸟，我大概不会写散文。发表第一篇还第二篇就受到重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高信江主编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这类散文能够寄给他，这也是一个原因，是后来我会到《中国时报》工作。北上的时候，我就不是那种孤独，因为我进到了一个社会的体制里面了，我不可能再这样孤独下去。一年了，你还是要找到自己，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你还是不满足，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台中这个地方找到这些资讯，我好像还是要到台北去。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社会化了，或者说积极的面对社会，但是面对的方式不一样。我想透过自然生态来书写，来唤醒一个城市跟自然的关系。
1980年代为什么是台湾自然书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这就必须回到那个时候的历史。台湾的经济发展大概就是1970年代到达一个新的高峰。那有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有所谓的环境被破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有作家开始写文章，去呼吁说台湾的民众应该要重视这个议题。那时候我看到一些环境报道的文章，少了一个东西，叫做长期定点的调查。很多人都去，可能一两次就回来，甚至去不到4-5个小时就回来，这不是调查的方式。我就去找我生命中觉得可以长期调查的 X 点。我找了半年，大概9月、10月的时候，骑摩托车，那时候的关渡沼泽区都是泥土烂泥巴路，骑进去的时候，鸟就在我前面这样一直飞起，哇，这里是成千上百这样子飞起来，我就知道我来到一个我心目中的 X 点。过去台湾的文学也好，或是中国文学也好，在写的自然多半只是作家个人感受式的、情感式的投射而已，他并没有办法重新去透过认识自然去反思我们自己怎么对待自然的态度。刘克襄他在80年代开始去创作自然书写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某种标准啊，你必须要对于一个你观察记录的物种投入很专注的，甚至时间要拉长的调查记录。自然书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文类，它跟报道文学一样，你必须用两只脚去走，你不可能说我坐在窗子旁边喝着咖啡去写自然书写啊。所以从事这种文类的创作者，他一定是双脚在自然当中行踏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克襄，他真的是贯彻的。他每一部作品，他都是走过了他才写。我在关渡做了一年的调查，写出来不断的呼吁，书我后来捐出去，主要是希望这本书的调查能够让台北市政府能够好好珍惜这一块，能变成像香港的弥补那样的自然保育区。当时想法很简单。80年代的知识分子或者启蒙青年，他们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正在发展中的能量。刘克襄内在的某种性格其实也是，包括他也会去处理白色恐怖、政治压迫的东西，在他诗的主题里面，他是一个愤怒青年。但是在80年代的台湾，因为还有种种条件的限制，你并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在政治的场域里面获得这种改造的可能性，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我觉得是比较属于宁静革命的道路。开始有定点旅行开始出来的时候，我的那种社会意识开始强大了。我爸认为一个那个刘智慧开始出来，虽然已经不用那个名字，可那时候我已经成为我爸爸心目中的那个革命青年。那时候真的太年轻了，25岁的年轻人，当时在呼吁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地方人的心情跟感受。那你私有地如果变成自然公园征收，人家当然不愿意，会反弹。但很快，很多地方都堆了废土，大概有1/2是属于鸟类不会想去栖息的环境，这是我料想不到的，所以我其实是非常自责的。这样的一本书出来的结果失败了，可是它的过程后来却意外的带出了几个台湾环保运动里面也许会提到的人，一个就是自然生态摄影师刘彦明，他后来就拿这本书跟我说，你既然捐了这个书，是不是也来挹注我关渡再拍一次？我想好吧，反正这是好事，我就愿意做。另外一个人就是齐柏林。在拍《看见台湾》之前，有一个鸟目台湾，就是跟我合作的。我遇见他的时候，已经是那本书出来后的20年左右了。20多年的时候，他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就很高兴，就抓着我说：“我刘老师终于见到你了，你不知道，当年我
多十五六岁的时候，看到你那本书是多么先，大概翻开后面吧，有看到一个我的照片在拍鸟，他就觉得哇，齐柏林刚开始还不是空拍啊，他只是想拍自然生态，所以他觉得有为者亦若是，他也就去买了这样的相关的器材跟设备，开始拍。关渡的启发是说，你只要往前做，你只要是认为是对的、正面的，啊，确实也是好的事。只是虽然你后来失败了，但没关系，因为你做过、走过，你会留下痕迹。那这样的痕迹有时候会影响到其他人。你没有成功的事，也许别人会来帮你完成，而且做得更好。南风自然公园迟迟没办法成立，我自己写的东西又觉得太浅薄了，只有一年，应该找更多历史，所以我是满怀着这种愧疚感，想到图书馆去找到相关的资料。有一次他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他在台湾的图书馆翻到那些书籍的时候，可能已经都几十年没有人翻过了，像日本人写的那些调查台湾的记录，当他翻到那样的书籍的时候，外面有阳光灰尘洒下来，他觉得好像有一种跟早期的前辈重逢的感觉，好像也跟台湾更早之前的自然有重新认识的感觉。我才发现哦，原来除了日据时代以外，我清朝前后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来，这些有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昆虫学家，他们也做了很多精彩的报告，这个东西就是我应该要的。我也因为这样进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走进了自然字的世界。此后我的写作明显的有了这一部分的素材。大概在我写那个《小绿山三部曲》调查的时候，才开始大量的用我的插画。那我也喜欢画，或者开始想拿着笔记本在旅行的半途看到东西就画。这个跟自然观察是绝对有密切关系，因为你想认识它，或者因为你熟悉它，所以你画它就会那个情感就会出来了。你会看到开始有一些石头的石阶，这是过去的，以前的人为了上到顶峰，他们用砂岩慢慢铺上去。啊，这个地方是建议大家，打卡在这里。结婚了，有小孩，就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子骑着摩托车。不能到处乱跑题材，那怎么哪里来？因为当时对我来讲，旁边有萧山，那也不是自然观察地方。我想到的都是淡水河口、玉山、什么古道啦，这种小地方呢，100公尺我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因为实在没办法去那种地方，我就开始选择我们这个社区旁边的小山，就背着小孩子就走进这个森林。可是没想到，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有一种城市的自然观察。打开窗口其实就是自然，我晚上才在报社上班，我白天都到那个小山头，我帮他成立名字叫小绿山，就在那边写，非常非常忙，你植物也要认识，贝壳类也要认识，菌类也要认识，小绿山让我成为一个自然博物学的爱好者。就虎头蜂会怎么攻击你啊？因为我也是登带队，我常常带队。那有一个妈妈一直跟着我，她每次都用薰衣草，每次攻击都是她。而且又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帽子进来，所以我们要抓的时候，至少用这个去往她的那个帽子去抓住，把那个虎头蜂抓出来。你绝对不能今天要爬山，用薰衣草去洗头发。哇，五只好漂亮的虎头蜂啊！小绿山的训练让我变成一个很厉害的自然解说者，因为我什么都懂。那小朋友最崇拜的就是这种什么都懂的人。不过那书卖得很惨，他写的是毛毛虫、昆虫。可是那个失败让我透过这个博物学的观察，我开始对周遭植物、动植物，甚至家里的蟑螂，我都会很敏感。哎，明蟑螂出来，这只会不会是昨天的？我就会这样想。我就说，哎，你为什么都眼睛那么锐利，可以看到什么鸟、什么蝴蝶？可是为什么家里很多
脏乱的地方你就看不到，他就是比如说杯子脏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样子，可是他对于他感兴趣的东西他就是感觉非常敏锐。其实这个也可以叫麝香泡，这是他会为我做的事。我当他的特约主编大概有11-12年了，那因为麝香的题材里面除了人文自然生态是很重的一部分，那很多编辑他在处理这方面题材他没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他会比较辛苦。我太太是学自然科学资源调查的，我用的一些科学性的生物性的语言他也知道，甚至可以弥补我的不足，譬如说我是个比较浪漫，他就会很理性的拉回来，但也有坏处了。那当编辑的时候我好像就是那个总编辑在跟记者讲话，你这不太好，你还是要重写，他有时候不太爽啊。我有一些想法我就跟他讲，然后建议他是不是朝这个方向重新写，他很快他就是当晚就马上就写了，就写出来好了。我觉得对一个编辑来讲能够碰到这样的作者是很幸福也觉得很美好，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一直每一本每一本合作下去，并不是因为我是他太太的关系。我去拿那个菜。可是你的青菜太少。啊？你那个便当青菜太少。还有一点点，可以吃一个这个吗？好啊，这个比那个好吃。嗯。就你今天穿这件去哦。对。那人家都穿那个。对啊。很正式的衣服。就我穿的最邋遢。他们没有穿制服吧？有一些有。是哦。国家公务。他作品跟人蛮如一的，除了浪漫成分，他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作品跟他真实生活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对这个社会一直有一种感恩的心，不管是他写旅游书啦或是生态书，他心里面其实都是怀抱着希望他写出来的东西能够给台湾一些好的影响或是改变。大安森林公园，它以前这个地方是个眷村啊，旧宿舍啦。但是因为台北市市民希望是绿色的森林公园，因而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呼吁，最后就变成了大安森林公园。哇！就算已经看了20年，但是还是有一种新鲜感。那个新鲜感是来自于城市的一种对照，没想到城市里面居然有这样丰富的生态。游客乡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有出现了所谓的都市转向，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影响台湾这个社会，不是只有写给那些原本就具有环保意识的人看，他会开始试图先将人带到自然里面去，可能是旅行的方式，甚至是吃喝玩乐的方式，这种好像是符合都市中产阶级一种休闲的方式。那这样子的写作的思考，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原本那种环境跟生态的理念或是诉求，他反而是试着找出一个桥梁，把一些原本不会关注这个议题的人给他拉进来。因为我常常要到远方旅行，那开车去就很累，你就不会有时间再有体力去走路。可是如果坐火车就很好，一坐上去你就可以睡觉，睡到那里醒来开始走路，后来上去以后发现，哇，搭火车一站一站旅游，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或是说最有成就感应该是11元的铁道旅行，因为那一本书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尝试。就我讲，你以前是卖番薯哦？海边破案。下先通宵这边呀？
从小嘛是少少的，去后南面干。后南面啊。其实叫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哦，啊，你买来给你吃啊？嘿，你给你吃啊？我讲阿杜买啊。你住伫底啊？我住台中啊。啊，拢在坐在算啊。我北京在老火啊啦。啊，未歹啊，我感觉这种会使。新埔啦。哎，新埔搞的啊？哎，搞搞尾了，我袂落车，我今日买站新埔。啊，这边。哎哎。我来走，哎我。哎，下车要下车。这本书得到很多的奖，但主要都是从生活风格来定义它。书名叫《十一元的铁道旅行》，我们在台湾很喜欢讲，哎，你怎么来的？搭十一块的来的，十一块代表什么？两条腿，就是用走路来。你还以为是搭公车，不是，就是走路来，叫做十一元。所以取这个名字有一点意外啦，可是它也有一种象征，用搭火车来做缓慢旅游是一种。在那个年代，十年前，等于是有一点打开的台湾的另一种旅行的风气。你干净没有？我干净了，啥呀？我干净了。哎呀，好家。不定啊。假定啊。你还假定？哦，孩子，孩子。好，谢谢。哦，多谢多谢。没啦。好来去，好来去。我讲千金椒食汤足好食，煮汤，你就拢容易懂啊。父亲过世，他妈妈还好有那个外籍看护照顾，然后他现在目前状况可以，所以我台北又去工作，但是礼拜六礼拜天还是回来。我要吃饭哦，吃饭啊，我来准备啊。每个礼拜都这么，对啊，等他回来吃饭。这不拿，这不拿。他现在开始喂。哦。狮子山。哎，香港狮子山。我传给你，你无喂啦。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我徛伫个山顶有啊，啊，提一个灯有啊。啊，这你讲那夜灯是不是？哎，是哎。我叫你是不是你？哎，要看你吧，他还没回来，我就看到那个。我传给他的。里面啊，这个一定是客箱，我就随时给他发出来。我从后面的我就知道是他。好一块。我现在在矿山政府的那个机呀。对对对，你啥意见啊？早上一开盘就是先看人事。哎。看我伫倒，看你现在在哪里？哦，这一张啊，是这张。我传了一张给他。上次看不了，你我回去丢。刚才就是画这一张嘛。那种就传到你啊，太方便啦。嘿嘿，好，你是方便。年纪大的需要有一些跟他互动，就用脸书，他也看得到，就会改变他，会觉得哎乐趣很大。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脸书贴很多？我贴脸书是因为我妈妈喜欢看，
最近这几十几冬来，我拢定咧旅行，伫台湾走来走去啦。我啦，走来走来去，你安那看？你安那看这样代志？反正走走行一世界。我咧走会走。我老实讲，今天你这个就成交，妈妈这个很高兴，这个也很骄傲。我想讲，我可想其他里头奋斗到现在啊，我这个成就啊，我真的我。眼泪会掉下来，一下不耐心哦。你爸爸不欢喜，你讲十步囡仔，你想为什么那不太公诶？为什么爱去他问呢？报纸开看，文杰讲话，刘克强，我刚刚过微相片，我讲跳你爸爸看，你一看你爸爸，再怀疑着眼泪掉下来，你爸爸讲啊，我们的克强真的是有意义。这个一把，嘿嘿，好来来，啊，我切，我给你切掉，我来切掉，我给你几呢？我来切掉，啊，你开。出一本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而是因为你快乐而写。你会发现，我又去菜市场，又去照顾野狗，又去爬山，又去做铁道旅行，又去观察信天翁。我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个。谢谢老师。对。可以给我个手。麻烦。谢谢。写作品我不喜欢重复，总会觉得这种东西在写，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我干嘛要写下去？我在。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除了这本《永远的信天翁》之外，还有两本都跟香港有关。有人就觉得说，这太好玩了！一个那么在地的本土作家，他得奖的作品里面，居然两本都是跟香港有关。来岭南大学也没有想到要写猫，只是想爬山，从那个宿舍走过来。才第一天，哇，走到宿舍十五分钟嘛，走到这边，所以第一天走就走快要三个小时，因为一直碰到猫，我就知道我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叫什么名字？咪咪。来了来了。来到岭南中文，就是一定要读一下野师的课啊。上课第一堂，然后进去看不到野师，然后看到这个刘老师，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我见到佢喺 canteen 出边唔知做乜咯，就企喺嗰度好耐咯。因为我有时都行过又见到，行过又见到，跟住完全唔知佢喺做乜。我有时候都会站在同一个位置去看猫，所以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老师应该是在看猫了。这一次好像还在，我上一次回来有看到他。对对对。那那只是什么来的？就是他串联的小黎的童年啊，他的老年，我是中年。我不是老年，好吗？我讨厌。刚才写的时候是觉得我在写一本大概不太会好卖的书，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完成。我那时候还问他怎么写才会。好看，可是我就是写不出来那种东西。相片看起来就很图鉴，然后写的方法又很硬，然后感觉就是很不讨喜啊。可是后来拿奖。我在写猫的时候，我尽量不介入嘛，原因是因为怕猫认识我，会有一种观察的错误，所以我尽量用一种保持距离观察，因为它有很多的死亡的过程，我都会很严肃的记录。科学跟文学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这两个东西好像一直都是有点互相在角力的状态。知道了虎地猫，基本上仍然站在那个旁观者的观察的角色，他不想要太介入。我说这只我头一次摸到岭南猫呀，第一次摸，以前都不会摸。摸到啊？哎，第一次摸。小黎我摸过。
可是你看到后面就会发现，哎，他有的时候他其实忍不住也还是会出手买一个罐头给那个小猫吃啊。哦，有一只叫小三国，那是我看到五十几只里面我最小的一只，因为它在叫得太苦了，怕它饿死了。那时候自己也要离开了啊，算了，还是先喂吧。到了虎地猫的时候，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变得更从容了，就是它可以去容许它自己偶尔的一些，你要说越界也好，打破它原本的原则也好，那但是它其实是让那种互动的可能性，我觉得变得更丰富。老师都教我们翘课去爬山，我跟他说一点钟有课，他说说好，我们七点来，对，我们七点出门，然后一点钟回来上课。我知道周遭都是断崖，如果没有走好。带队带错误，就会走错路，会迷路，然后到时候会发生山难，那就闹笑话了。我在想说，台湾来的登山的老师居然把同学带到迷路，哎，那很惨。大概一下去的时候就很巧，风吹过来就把雾散开了。雾散开来，那整条路线，整排哇都是那个杜鹃花，全部出来。哇，我们大家都惊艳说，怎么会有这么漂亮，像上帝的花园。啊，雾又来，又把它吹走，又出现了。哇，我就一直不断的哇哇哇，一直这样子，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就走过去。我想那大概是我跟岭南大学的学生。爬山最美好经验的一次，真的是一辈子的永远的记忆。我想一个动人与平庸的写作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东西到底是出发点还是终点，他看到的永远都是一个充满了未知、充满了浪漫、充满了历史文化的一个起点。生命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副刊的编辑，每天骑脚踏车上班，处理一些稿件，认识一些作家。我想当一个好的文学编辑而已。可是我不变，世界在变，文学副刊在报纸媒体已经在四维，所以五十岁我就画这个句点。只是靠写作，我生活就很快乐，很单纯，我也不想做任何事，所以我去大家吓一跳。其实他对于整个媒体环境，他还是怀抱着某些理想。我会再回到职场，是因为你可能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主事者的位置，我觉得应该让年轻的一代有更多的文化空间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我不应该只是考虑到我自己的创作、我的生涯、我的生活价值。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浮沉沉。我走到山里面，我可以很快乐。可是面对这个社会，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你知道很多东西在这里，只要走进去，就像一个很烫的厨房，你要被万箭穿心的。那这个都没关系，你只要保持一个比较简单纯真的，还抱着一个公益的精神，应该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云很淡，云很淡，风很轻，风很轻，远行着。